1月12日小洲村街拍活动，有30多位影友参加了本次的街拍。在杜老师的带领下，影友们拍得甚欢，大家都收获满满的。下午我们来到知名记者叶建强老师的跑街照片博物馆参观学习。所以我的追求自然的，而不是影相的，是有灵魂的景物、人物、情物啊，这三点大家记住。叶老师除了分享他丰富的街拍经验之外，还对我们热爱街拍的影友们提出了要求，要求我们要多拍、多创作、多交流，争取每月、每季、每年都能评选出好作品。